十里十里啊，武汉市中山公园，告诉的是警察不允许在这个门口聚集，要我们全部都进那个中山公园里面去。全部去了，可能把人往头里搞干了的，全部拦了，拦到往头里干，往公园头里干了，啥了？来，把人全部往头里干了。这都是该发，这都是该发生的市民啊，这都是清醒来的啊，都是新来的市民了啊。我们的市民朋友终于的醒了啊。这是喝的倒彩，喝的倒彩啊，喝的倒彩，喝的倒彩啊。哎啊，市民喊出来的口号是让他们解放台湾啊。哎，喊出来的口号是让他们解放台湾啊。